当年朱金州老居士将《了凡四训》感应篇介绍给我，我读了之后深受感动，知道自己的毛病，改过自新，学忍辱，学忍让，现在还有这么一点寿命，好像还有这么一点福报，不是前生，这也是所修。实在讲呢，得力于印祖的教诲，这三种书我都讲过好几遍，这一次同修们请我再讲一遍，我说好，也正是时候。大家学佛功夫不得了，念佛不能得功夫成片，参禅不能得禅定，言教不能够圆解，原因在哪里？要把这个原因找到啊，消除这个因素啊，无论修学哪一个法门，功夫就得力了。如果喜欢我们的影片，欢迎订阅频道，开启小铃铛，也可以扫上方的 QR Code 就能收到最新影片通知哦。